哎，王艳女人，你好。你好。哎，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哦，你是不是住前面那栋楼啊？真是贵人多忘事，连救命恩人都想不起来了。什么救命恩人呢？那天晚上要是没有我，你早被吊死鬼给抓走了。你再好好想想，谁送你回过家？ 哪天呢？看来啊，送你回过家的人还真不少。那天晚上你是怎么回事？跟丢了魂儿一样。是你啊？就是我，你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哎，真是我做男同志的悲哀啊。不是，那天晚上我喝酒了，可能喝多了。你能喝酒？那哪天我请你喝酒？你是哪个部门的？ 培训中心的，姓汪，汪林主任。你好，汪主任。你好。哎，听说你围棋下的不错，哪天咱俩杀一盘？好啊。你可得多准备一些粮票和布票啊。你说什么呢？你一定能赢我吗？到时候你输了怎么办？是我这个人。对不起，我是无产者，除了这个人，其他一无所有。 好，那我先走了，再见啊！再见。我说两点：第一，我们的分析率由开始不到千分之二，到现在的千分之五，这个增长速度是令人可喜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分析的一些字、词、数字。 具有针对性和陌生度的关键字词占的比率相对很少，占总分析量的87%。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我们的分析吃了偏食。好的状态不一定分析率很高，但是要遍地开花，满世界都是红的。而我们目前的状态是，局部地区的窟窿非常集中。 而大部分地区呈铁板一块，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第二，我要求大家把分析过的所有电报拿回去，再分析一遍。也许这个要求比较苛刻，但是我们必须要这么做。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基于一个考虑，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境外报刊都是10天半个月之前的。 很多计时的线索都被删掉了。等我们回过头再分析一遍的时候，可能会有新的发现。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电报分析质量由此有了很大改善。不久之后，一天夜里快12点钟了，陈二胡兴冲冲地找到我，给我带来了喜讯。这就是陈二胡的本事，平地拔楼。 Это может вызвать за собой явление домино. Как говорят, потянешь за волосок, а отзовется во всем теле. Возможно крушение всей шифров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首先我要祝贺老陈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一次完整地破译出了一份电文。 有关方面也已经证实电文的正确性，但是由此认为我们的破译工作已经取得巨大突破。这一点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份电文而已。对破译光敏就牛一毛，我们想通过一根牛毛得到一整头牛，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不要太乐观。 也不要过早下什么结论，使我们的破译工作陷入歧途。你说，这是牛毛？我们以前就是通过几根牛毛得到整头牛的。那是以前。那时候的密码都是由人工设计的，由一份电文引发第二份、第三份，甚至第四份，都是有可能的。而现在的密码全部都数据化。 想一通百通，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密码的数学原理和程式程序，否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所以。
我同意小黄的意见，建议老陈不要痴迷在其中。你和他又绑到一块儿了，那你们给我指条新路。老陈，来坐。这个我也无可奉告，事实上我自己也是一头雾水。所以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好高骛远，要踏踏实实从资料和联情中入手。具体的说，就是从每一份电报入手，获一份就是一份收获。我相信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发生质的变化。如果你能完整的破译上千份电文，大功就告成了。不过等你累积到这个量的时候，这部密码早就报废掉了。正如安副院长所说的，我们不能指望这份电文是一只母鸡，可以下蛋，可以举一反三，它仅仅是一只普通的公鸡而已，既不能下蛋，也不可能变成凤凰。你想象一下，以后就算每个星期你破译一份电文，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上千份？总比你瞎折腾好。我怎么瞎折腾了？王一，不要生气，你们都不要生气，我们这是在谈工作，对事不对人。我就是要对人。陈副院长，你这是助纣为虐。老陈啊，实话跟你说吧，你现在做的工作以前叫破译密码，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高级分析师的工作。你说我是一个分析师的工作，那么这栋楼里有那么多的高级分析师，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哪一个人破译电报？你不也经常看他们的分析报告吗？千分之几的字词，你还经常张冠李戴。老杨，你说我译出的这份电报，分析师给我的报告是怎么写的？分析师的报告是这样写的：该电文系急电，文中出现的词语有老狼、香蕉。听到了吧，这就是他们的分析报告。所以说他们是一般的分析师，而你是高级的。不走。老陈，我不走干什么？一个分析师有资格坐在这儿吗？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安副，但是不无道理。安副院长，今天我也说一句我的一家之言，你把他当神仙看，可你自己却变成了小丑。我们这个特别行动小组成了他的一家的塌。老陈，老陈，站住！你是我的什么人呢？凭什么这么对我说话？凭我是你的领导、朋友、同事，还有兄长，对吧？我知道你是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的。你是怕我轻生，还是怕我撂条子不干？都不是，我是来帮你喂喂小松鼠的。你放心吧，我没有你的复杂经历，没有你的大彻大悟，但是小彻小悟还是有的。我不会轻生，不会对不起天地父母，你不会撂条子不干，对不起党和人民，还有徐院长和你。我真想再去一趟苏联，去找你的安德鲁老师。对，他连信都没给你回，他会见你吗？只要我去，他就一定会见我的。只可惜我出不去了。那你就再给他写一封信。我现在最想了解的是安德鲁对斯金斯在造密技术的总体认识，除了出冷招出怪招之外，他在难度上有没有接近极限的可能？如果没有，四条路基本上我们就排除了一条，那就是光密不可能是数字密码加数字密码组合的一部数学密码。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光密如果是这么一部密码的话，对我们的破译工作十分不利，它的演算量太大了，而我们的演算能力又太一般。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两年我们都破译不了。
你能这样，我就放心了。你沉得住气，我就沉得住气。让我们一块儿都来做铜豌豆吧。这里是名声在外，谁找我下棋我都欢迎。女同志的房间就是不一样，果然香气袭人呢。我这个屋子里只有野花的香味，没有别的。这个花在外面都有啊，你怎么偏偏在我的房间里才闻到？外面的野花再香，可是没有你啊。你这里有棋，我带来了这个。这是什么？这是酒。你以为我是酒鬼吗？没有，我可不像你有那么多的粮票和布票，就是再加一个人头的粮票和布票也不够我一家子吃的。这样吧，咱们说好了，我输了棋罚酒。好吧，那你就等着把这一瓶酒都喝光吧。那可说不定，得以棋为证。请进。人命陪君子啊，来喝吧。你再厉害我下不过你。行了，你输了，你喝酒。我跟你说，谁欺负你了？是谁？来，打他！我打死他！
跟上，跟上。安副院长。啊，黄研究员呢？黄研究员上午没有来。他请假了。没有，我猜的。他刚哭过，脸都是肿的。他好像去河边了。来，你拿着，小心烫啊。之间有个老婆婆，专门在那熬汤。初到阴间的人都到她那里去喝汤，这汤的名字叫忘情汤。据说喝完了汤的人会把在阳间的所有的事情都忘掉，尤其是爱情。而有一个年轻人就是不肯喝，他说他不愿意忘记他曾经深爱的那个女人。老婆婆自然不愿意，就施了法术让他喝了。又一个轮回，年轻人又来到了这儿。老婆婆问他，年轻人，可曾记得前世曾经深爱过的那个女人？年轻人说，我只爱我今生的妻子，不记得曾经深爱过什么女人。老婆婆无奈地说，这就是所谓的爱情啊，它可能比甘蔗甜，也可能比黄连苦，但只是一碗汤，它就消失了。这碗忘情汤就是时间。这一次，黄依依没有哭，也没有闹，而是平平静静的，甚至跟我微笑。事后我想，也许这就叫做哀莫大于心死。他给我汇报工作，和大家开小学会，像一个正常的夏季。他的爱情曾经压得我喘不过气，现在好了，我挣脱出来了，获得了新生。我出了一趟差，去了北京。怎么样？我出差这半个月，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就等着你给我们送子弹来了。你那边呢？有什么收获吗？安德洛一直没有给我回信，我怀疑他可能被克格勃软禁了。不过这一趟北京之行也没有空跑一趟，我通过其他的渠道搞到了史金斯的生平材料。铁部长从有关部门找来了一些近期国民党特务在大陆活动的资料，你们可以交换的看一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史金斯少年时期曾经遭到几个白军的强奸。这对我们破译有用吗？当然有用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研究他的性格。人在少年时期受过如此大的创伤，这对于他的一生都是有影响的。比如说他偷盗英纳格玛，他拒绝斯大林的宴会，他的变态，他的怪异，再比如说他恶毒的智慧和魔鬼的招数，这和他的那次经历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来，你看看。
真是让人搞不懂，太深了，静水深流。搞不懂我没关系，搞得懂光明就可以了。我在想一个问题。斯金斯是一个变态的人，对吗？那么一个变态的人，他怎么能使自己不变态呢？应该很难。就算是想改变，也是会狐狸露出尾巴的。就像是我，想装装矜持，装得了一时，装不了一世。这个院子里的人，大概现在开始对我另眼相看了吧？为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还记得吗？你让我选择死金寺，将以何种方式来研制光密吗？我当时选的是数字密码加数字密码，产生数学密码。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选择吗？我在想，死金寺已经耍过流氓，那么他再研制密码，他会不会研制一部超难的呢？以此来证明他的水平，以此来证明他耍流氓不是出于无奈，而是有意而为之。他在调戏密码界。继续往下说。我越来越相信斯金斯就是一个变态的人。那么一个变态的人怎么能研制出一部常规的超难的光密呢？因为他很难再回到常规，他秉性难移呀。你认为光密不可能是由两部数字密码相加产生的？对。如果确实如此，光密只能走一条路，数字密码加替代密码。为什么不是数字密码加一位密码呢？因为老陈走的就是这条路，他走不下去了，他当了替死鬼。你走的是哪条路？无路可走。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一条路吗？我是说正常情况，想必你应该不会忘记，我曾经给你写过四封密信，这四封密信加起来其实是一封密信，内容是四个字：我很爱你。怎么又说到这上面来了？你要是不想听，我就不说了。说吧。其实我早就说不出口了，被你打击得灰头土脸，我也不想说了。我现在请你琢磨一下这句话，我说你听，你就能听出特点了。我很爱你，很爱你我，你我很爱，爱你我很，这四个字可以颠过来倒过去的说，但意思完全不变。这就是我对光密的设想。我觉得它既不高难，也不是常见的，但它雕诡、有趣、智慧，就像是魔术。魔术是不难的，但是魔术跟密码一样，都很会迷惑人。造一部魔术密码来调戏密码界，这是斯金斯的做派。这种有着怪异天才的人，往往喜欢玩这种游戏。这也是我做此猜想的原因。但是，密钥及猜想的失败让我感到很遗憾。因此，我也怀疑我的这个猜想是否正确。现在我做出一个新的猜想是：数字密码加密码数字密码。因为我想，像斯金斯这种盛名之下的人，数学能力又那么强。如果他要造一部常规的密码，一定会走这条路的。但说句实话，我往这条路上也走了一段时间了，还是毫无感觉。也许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你不是也说过，斯金斯不可能这样设计光密吗？吃饭了啊。
反正我总有一种预感，斯金斯一定会用原始密码的原理来设计光密。虽然我失败了，但是这种预感从来没有消失过。也许我还要走回头路。干嘛？事谈完了，不走还干嘛？我等着你继续往下说呢。你没听见老陈都喊吃饭了吗？我现在吃饭很准时的。一呀，你恨我吗？你说呢？谢谢你，阿福院长。你放心，我不会给小松鼠吃的，我会留着。王研究员现在睡得这么早，不当夜猫子了？他可能不在家。告诉我，我离开701这段日子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发生的事，我不都跟你汇报了吗？别装傻，我指的是黄研究员。他会发生什么事儿呢？你别忘了，我曾经干过什么。你听说什么了？我听说了还问你？那呀，你还是问他自己吧。你是特别行动小组的副组长，他也是负责人呢。哎，我还有点事儿，那我先走了啊。老钱，我先走了。这岁数也不小了，我不能跟你比呀、啊。看看都几点了。哎，那你怎么还不回家？我不回家，是怕你找到我。来，让我进去。这是非工作时间，你无权对我行使命令。陈，老陈，脚踏实地。哎，老陈，怎么回事？去问别人吧。我这个人呢，不爱背后说人家的是非。老陈，你的意思是说我在背后里打听人，关心别人的私事儿，是吗？我问你，他是不是我们小组的？你是不是副组长？我是不是组长？他有什么事情，你该不该告诉我？我该不该知道？他是我们701为了破译光密专门请来的数学家，他有什么事情，难道我不该知道吗？我再问你一遍，我不在的这半个月里，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这种事儿真的不好开口。你别怪我，我都这把年纪了，
说。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他现在跟培训中心的汪林呢，好着呢。其实啊，我都亲眼看见过两次。大清早的，他从汪林住的楼里出来，头发乱蓬蓬的。他也知道这种事见不得人，所以啊，才鬼鬼祟祟的。这种事儿出在我们破译口，这丢人的。那个人住哪个楼？你别激动。谁影响了破译光明，谁就是国家的罪人。给那个王主任倒茶。啊，王主任，今天叫你来呢，是想代表组织问你几个问题。啊，好。第一个问题，你是党员吗？别点头，回答是还是不是。啊，是，安副院长。啊，那好，那我现在问你第二个问题。你有家庭吗？有爱人吗？有。那现在有人举报你说你和我们的黄依依同志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个你回答我有没有？哪怕是无耻的狡辩也好，可是这个外表堂皇的杂种，仅仅只是迟疑了一小会儿，就露出了下贱佩服之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求饶情。那你们两个谁是主动的呀？我
觉得应该是他。我知道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安副院长像当宝贝一样的挖回来的，是为组织干大事的。可我怎么敢？看来你不糊涂。我是不糊涂，都是喝酒惹的祸，酒后乱性。我糊里糊涂的就发现自己已经在他的床上了。一派胡言！你第一次喝多了，难道之后的每一次都喝多了吗？以后每一次我是没有喝，但架不住他总来找我。你想，一个女人在七零幺无亲无故半夜三更来到你的房间跟你诉说她的寂寞，你忍心把她赶出去吗？男人爱一个女人是一堵墙，女人爱一个男人是一层纸。哎，安副院长，安副院长，你别走啊，我还跟你说点事儿呢。我实在是怕他脏了我的眼睛，脏了我的耳朵。哎呀，那你一走，你别。我已经向总部领导做了汇报，领导呢让我们尽快拿出意见，好报上级批准。我的态度很明确，一定要严肃处理，啊，而且要快，啊，不听解释，不讲情面，真是色胆包天了。一个有家有室的人，一个有着20年党龄的行政主管，居然腐化堕落到这种程度，啊，你们在座的。每一个领导对这件事情上怎么处理一定要有个人态度啊，一定要有个人态度。徐院长，以前像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哎呀，你甭管以前，他的问题很严重，不是一般的偷鸡摸狗。那就三开，撤销他的职务，开除他的党籍，开除他的公职，打发他回老家。我觉得三开重了，还是给他留条后路吧。留条什么后路啊？撤了他的主任职务，保留公职，当个普通办事员。还让他待在这儿？嗯。那我不同意。两个人，他要再好了呢？我想，这可能他不敢。哎呀，他不敢，他要不敢，他现在就不敢了。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我提个建议吧。撤销他的干部资格，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到后山养羊去，让他监工补过。安院长，你的意见呢？我同意，但是我有个建议，能不能只处理他一个人，不要把黄研究员撤进去？对。我同意安副院长的意见，对黄研究员的荣誉要保护，否则会影响他的工作。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好的。好好在文字上下下功夫，立一个报告报上去，等批下来以后，让他尽快滚蛋，到后山养羊去。好。